小赖在 YouTube 频道分享新歌《反正我好看》MV 幕后花絮，在拍摄现场也让人见识到伍坚晴私下逗趣的互动。嗯，拍舞蹈部分，导演拍我一定是最开心，我今天给他也是 OK。那可以帮我们在中间看一下，中间这边吗？好。所以我一样是从背面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先站这边，我们看一下。好。好，对。我怕他闹很久，你们才久嘞。他们还没拍，没有。我们根本就还没拍，我们多久？那我们现在排队先。哎，韦静，你们那怕才久好不好？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跟大家我吃完两个东西，我是三包饼干。这一卡，等于是你们全部都要很靠近我们的那个小赖。嗯，然后我这边会需要就是真的是很麻吉的那一种。Okay. 我们先拍几张帅照，接着你可以把他的眼睛遮起来，或者是你们在那边弄来弄去，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。感情好，在这一卡要完成。好，我们哎，这一趴演技大考验哦，我们要演得很好。还是小推哦，是只有小推。是小推，你不要等一下我大受伤。没有啊，镜头的背面我们就是狂捏那种，后面一直在捶背。没有妆这样是不要有弄手机。好，那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这等一下再录哈。不对，猜一下，没有没有，猜一下猜一下。我在演你的 pose 是舞。好，洪哲跟你讲一个消息，你可能要跟老师一起下去练先练跳舞。等一下要先拍舞蹈。哇，简单呐、啊！你确定？最期待的趴就这一刻了，太棒了！我跟你讲，为什么他现在是这个反应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刚已经在我的 vlog 已经反应过一次了。对，而且刚刚老师有说我们四个人跳之后，他觉得你最难搞。屁嘞！放屁嘞！相亲可以看我的那一集。老师有这样说？因为老没有老师说你太突出了，太出色，你太出色了，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光芒压一点回来，才有办法。我就这么发光，那我不知道怎么收敛。好了，反正你好看了。好啦，反正我最好看的。老师，他们说你说我跳太突出，是不是？不是太突出，就是这个表演的感觉氛围的时候，你会太放。那怎么办？收回来一点点喽。我要收回来吗？不用啊。老实说，你 solo 的时候特别好，感觉。哦，我不能团舞就对了。对，团体。他觉得你应该要单飞。你可以离开我们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比秋风子还更不适合吗？你身体的协调没有比秋风子好。怎么可能？小赖，我教你怎么跳。重点你自己。拜托你教。你教我这个。这样。你教我这个。你教我这个。你看这个叫这样，好像很冷。很冷的感觉。懂不懂？原来是一个。我这样。打直。好，我今天呢来挑战一下，我们要改变一下女舞。好，来教你哦。教我。好。教我。就是 ，Come on, come on。Come on, come on。丑丑的。Come on, come on, let's go to the end。